忙碌的生活，密集的飞行，他的脸上看不出一丝的疲惫。我因为工作的关系，所以必须时常出差到香港、日本、大陆、比利时等气候不同的国家，那所以脸部的保养对我来说就非常的重要。阳光洒落在窗台，即使是假日的午后时光，他仍然不忘用放大镜好好欣赏精挑细选的钻石。宝石鉴定是他既定的工作，更是他的兴趣。因为一整天工作下来啊，我一下子是在冷气房，一下子又是在烈阳底下，温度的快速变化非常容易导致我的脸部缺水以及松弛，所以对我来说呢，宝石是非常重要的。为了追寻美丽的钻石，世界各大角落都有它的足迹。对抗干燥的机舱空气，往来世界各地的时差，为了自己的肌肤保持在最佳状态，他挑选保养品的眼光，正如挑选钻石一样的精准。敷完鱼膜的那一刻，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都超想吹口哨给自己100分的。因为到了隔天，我的肌肤依然水嫩保湿，脸妆容都可以相当的服帖，甚至客户跟同事们看到我都说，完全看不出来我才刚从飞机下来呢。他选择 Twin Face 极效保湿云膜以及白松露亮白系列作为守护美丽的推手。现在有了 Twin Face， 让我保养起来好轻松，效果又明显，让我容光焕发。我会说 Twin Face 会是我美丽的最佳推手呢。目送孩子出门上学后，就是他宠爱自己的时光。泳池畔躺下来做个月光浴，享受一人份的悠闲。衣帽间换穿当季新衣，时尚脉动逃不出他的掌握。健身房努力运动，要抓住青春脚步。在白天，我会趁着小朋友上学及工作的空档，会抽空做做运动，看看书，同时做我最爱的保养。最懂得照顾自己的贵妇，更了解自己的肌肤该如何保持年轻与弹性。以前敷一般面膜的时候，总是必须要躺着敷，而且会有东翘一块西翘一块的问题。在偶然的机会下，我的空姐朋友介绍给我她最喜欢的 Twin Face 面膜。这款面膜很不同，它很薄很透，而且很服帖。别不信这薄薄的一片效果这么好， Twin Face 系列商品上市短短一年，不仅是国际航空公司的空姐集体指定购买，在网购平台上跟时尚美妆网上， Twin Face 也获得极高的评价，曾创下单周销售约8000片的记录。知名部落格女大生妮妮也发表过专文惊呼 Twin Face 的品质比专柜还要棒。Twin Face 云膜价格只是专柜的十分之一，却比专柜更好用。高贵不贵，享受生活，幸福保养其实就是这么简单，如同手指轻轻晃动，美妙音符随即流转而出。呵护脸部肌肤，他跟他都只信任 Twin Face。 你呢？选择真正适合自己的保养品，聪明的女性，我推荐白松露亮白云膜，一定要来试一试哦。